Hello，各位观众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游戏时光机，我是实况主编骇客一，大家好啊。首先感谢各位点进这一部影片，那如果可以的话，请你在下方按赞、订阅、追随及分享，因为制作而言真的很重要，就再麻烦大家了。今天我们继续回到纪念谷的游戏世界，然后跟着艾达一起继续向前吧 ，Go Go！哦，第七关。乌鸦巢王位无人遗迹。啊，我没有看到艾达人呢。去踩吗？不对耶，为什么我没有看到艾达人呢？然后转到这边，然后这时候再转向。哦，所以乌鸦人也是我们可以利用的踏，就是踩踏陷阱用的，踩踏移动板用的。你不会踩？哎，会啊！再踩一下。我刚是哦，他刚是那个啦，没有。他刚其实是没有在那个的最边边的。踩一下，再踩一下，好。接下来这一关就是善用上面的乌鸦帮我们不断踩板子。那我觉得我只要这样子就好了。因为这样我就能走到了，另外一颗钮已经不重要了。干嘛？哦，这就进去了。哎，哦，所以我不去把它挡住，这样子。哦，不对，这边有门。然后呢？没有东西。哦，对，这边有门。哦，这个很知名的图像。神圣几何的窃取者早已失去了自我，在诅咒之下，他们行走于这些纪念碑之间。愚蠢的公主啊，难道你也已忘却了吗？所以乌鸦人是迷失自我的受诅咒者，然后是公主，然后呢？哦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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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刚没注意到吗？哦，整间都可以转。嗯，这好像是转整个画面而已，所以我应该是到这里，然后，哎，然后透过这个方式，然后走上来。
对啊。它是维持45度角的，它不是90度，虽然一定是45度角，这比较不习惯，不习惯这个视角。这可以踩吧？这个视角这时候应该是可以踩。好复杂哦！病完了，我可以走喽。我想他会不会我乱走，然后扭曲转一下，然后导弹出问题，不敢乱走。这样子，然后不能踏上去吗？所以不转的时候，它当作不存在的哦。我们要先踩这一格。就像是我登上王座的意思吗？就是这个锥体完成。展开接近乌鸦巢。啊，关！箱子里在此有奇异的惊喜。这个不能动，所以只有这个可以。现在只有这个可以动。哦，可以转另外一边。盖起来的时候可以动。哇，好，这个啊，糟糕，这个有点难。哦，所以我要把每个灯都打开。等一下，让我走这边，然后盖起来。这个应该是这一格吧？不是，那这是哪一个？这个没有，这个哦。哎、欸，再抬一次，再来，谢谢。然后打开，我想要回到这里。狂想象在手机上操作这么精细的东西，这里。这里进去，那给我这一格吗？会耶、欸。哎、欸，不对啊！关起来了。这时候开这里吗？没有。开这里吗？没有。所以又是开这里，欸，可是我这里已经没有门了，我两个门都走过了，欸，对，这个踩过了，所以不会是他，所以是他的问题，这里。所以要让他去踩哦。刚一开始没注意到这个拉杆。最后一个不是我自己去踩，是乌鸦人去踩。
对啊，我这时候没有东西哦，这里，我想我这时候没有东西可以控制啊，在哪里？这里。哦，终于，小一直找不到从哪里控制，这好酷哦！它水就在里面，不会流出来，也只有这个选项。精巧，不过这还蛮简单的。目前为止啊，这一关感觉很简单。然后就是你在看它变换的时候，会觉得好厉害这样。也几何学的那个应用，跟视错觉的应用，好棒哦！是这里。踩了呢、欸，还有很多按钮哎、欸，这可以踩。哎、欸，不对了，它卡住了。边，我虽然不能上去。其实谜题认真来讲，其实都不难啊。而且因为它你习惯之后，也都知道这个有这种板子，所以你都知道，哎，我点过去它就会自己走。全部收回去的意思啊、哦！那你会觉得这种东西是不是自己手做的出来，你知道吗？就只要空间配合好，是不是都可以做出来？那好厉害！嗯。感觉变得更怎么说？感觉更饱满了。奇异乐趣，完成箱子，拿回。第九关。斜坡在此没有剩下可以原谅我们的人，就剩我们自己了。啊，然后呢？然后我们往下，水位也会往下，所以我们必须抓准时机让它下去。哇，就要走另外一边。哦，是我们的好朋友，我看到了，是我们的好朋友，才。升到最顶也只有这样子，所以我也都走不到。就不是反过来，然后到这里，所以这就能走了。
水位没有往下，哎，哦，没有下来。我想说水位为什么没有动？然后把它旋转，然后把它拉低，这样就可以走过来，然后再把它降下去。风浪停了耶。Tomo Taji， 好朋友，里面这么欢乐的吗？这种，哦，不行。必须这样子啊！啊，这里有，这里有人流感。我想一下哦，哦，这里有路，所以我要拉高一点点，让我可以走这个。然后在这里，我要再放低，让我可以穿过来。然后我要按这个按钮，所以我要让我自己能上去。这个可以。哎，不行吗？哦哦，这里不行。这个也不行。这个也不行啊。这个啊，这个走到这边。这个就可以了。升起这个台阶，所以我现在要走回这边，然后换回平的这个，走到这里，把它拉起来，拉到平的，我就可以往下。哦，不对，我要在上面等，对不对？因为我把门拱门露出来。拱门在哪里？哎、欸，哦，不对，是这里楼梯往下。我想我刚好看到拱门，就刚看错了。嗯、好像刚那超金字塔往下走不太怎么说，不太吉利的感觉，因为金字塔在陵墓。啊，就这样一格。我不能，我能在，哦，这里有楼梯，我现在才看到。走的其实不是我想象的路，但是没关系啊，可以走就好。我都没有追到这个反向的楼梯耶，一直在往下深入耶。过头了，我要往回一点点。OK， 这个就好。因为南部堡这边还有什么要转的东西，我要直接站上去。然后最后是不是要？诶，这是什么？王？他要跟我抢王位的意思吗？这样子我能走吗？不行。这样我也不能走啊，这样子，哦，它是镜子，就这是镜子，欸，我在镜子里面我是白色的鸟，欸，哦，
下来了，你到底是谁呀？蛇骨已在掩埋的宅邸中躺了多久了？神圣集合，成也是他，败也是他。但纪念碑将于此山谷中永垂不朽。其实还是不是那么的确定，这游戏到现在到底在故事发生了什么。哇，不上不下。哦，每一层每一段会独立的运作。我以为它往后，然后洞再开在后面这样，往下，然后洞开在后面，就不是。这些都是棺木吗？献上鲜花，所以我们是在祈求他的原谅吗？致敬，完成斜坡。观象台在此，在旅程的尽头，那些原本不属于我们的，全都物归原主。哈，尽头了，所以这是最后了。转向可以把这些全都转向，好。所以我可能要站在它上面，然后把我转到外侧去，然后我需要走到这里。所以，想想哦，我要走到这两个，我要走到这边，走到这边，我怎么做我可以走到那边？外侧，就如果我走到这个上，然后旋转，这样我可以路过乌鸦人吧？不要吵，再转过去一点，然后转过来，所以我可以回头就可以走进去了。哇！不是，你不要，它变换的有点快。我的目的是这一颗，然后我只能往这个方向一直直走上来。这里。应该可以直走，欸，是我能走上这个吗？好像不行欸。那我这个时候去转它呢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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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啊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好难转啊！这里这里这里，这个就这样就可以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所以我是要走进这个门，因为这样才会进它。
然后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可能需要。这样它才会打开。对了，好，要先踩这边，我不能直接预定它会跑到这里。对对对对，我要翻转，要转，不行哦，需要先转正，然后移动到这里吗？不对啊，如果我移动到这里，我不是要跟它反面了吗？这里这样子哦，我想我不管怎样都要跟他反面啊，不是，是有其他路可以走。哇，这样才一个灯，然后我要亮三个。OK， 所以这个门好了，我接下来要这一个门，这一个门的话。第一个门的话，等一下哦。我是不是可以从这边然后接过去？这样子。然后我能走，这个不行。黑色的不会帮我转到外面。这样我就看不到我自己，所以黑色是不会动的。那好像我只能自己走过去。小，我走到这一个。先不思考，我还是要回到这一个位置。然后这个是没办法走的，然后那从中间走是可以的吗？这个目前不影响，所以我要透过这个方法走过去吗？可是这方法不行啊，目前为止看起来不行。所以我可能现在的目标不是这个吗？而是这一个吗？目标可能不是这一个，而是上面这一个。如果目标是上面这一个，我就要回去，所以我要往这边走。是这样的吗？这可以走下来，然后转。不对啊，如果我这样子呢？小的来来来，如果我这样子呢？如果走到这一个上来，哦，不对耶，那这样我回不去耶，因为说这样这个是空的，所以我没办法下去，因为它也没有弧度。在它的逻辑中要有弧度才能转直角。这个黑色是可以动的，为什么？不是每个黑哦，是这个黑色不能动，螺旋的这个不能动，但是这方块是可以动的。那如果这样子，我把自己转出来。然后我要去哪里？糟糕，这个门，这一个门哦，糟糕，我现在有点不是很确定。我先啊，对，我不能把自己转上，转上也是没有用的。
我目标，等一下，我想想，如果我的目标是这个，那我怎么样可以找到这个？要找到这一条线，找到这一条线，我要找到这一条线，找到这条线，我要找到这里，所以我要从这个转过去。从这个转过去，如果从这边，对，我应该要从这个转。哎，不对啊，他那个没有办法，对不对？因为那边不是弧线，不是弧线不能走，因为它不是弧线，它不能走，所以弧线很重要。哎，完蛋了！那我现在怎么回到弧线的位置？这，走到这上面就可以回到弧线的位置。好，所以我要往上走，走上弧线。好，走到弧线，我要再转弯。刚是不是我要走到这个？然后我经过乌鸦人，不行，乌鸦人不能经过，他坐着，我不能经过他。等一下哦，等一下，哦，不用啊，我现在就可以直接走过去了。对对对，我现在就可以直接走过去。对对，我目标是这个嘛，可以。那乌鸦人可能是要最后一个，哇，这么复杂的吗？那么多点可以挪，What？ 等一下哦，哦，全部是一体的。然后我必须走到中间，可以下去吗？可以，但不能过去了，这样才能过去。然后我把自己翻，嗯，不信啊，把自己翻滚过去没有用吗？侧边有用吗？这样子，这可以动吗？不行，我们不能再往前。那也只有这里可以用啊。哎，这里往前，这不能动。我没有，没有，我没有进到那一格里面，所以我好像自己不能走到那边呢。那我思考一下，这一只一直在动的，我没有办法让它移动。等一下哦，它在这一格，然后，所以我的目标是啊，我的目标转到内侧，但我现在一直转不进去。目前可知转到内侧的方法，站在这里，对，站在这里我就可以转到内侧啦。对对对对对。这样子。这样子，好。真好，他帮我转回来。
然后要再转出去，头会很痛。好，最后一个。我要回到这里，所以我要站到紫色。我要站到紫色，所以我要站到，必须站到这里，然后走过来，不是紫色，粉红色，站到这里走过来，然后走过来。然后站到这里。这样才能上去。要善用这个弧度，这个弯角是重点。这边有什么？转这个，这边呢？哦，一样，两边是一样的，所以我现在重点应该就走上来，然后旋转。再旋转，这也太简单了吧！就是走进去了，然后呢？我再走回去是不是？哦，在那里，门出现在那边。还好啊，没转过去。原来上面的斜坡是最后这一台用的。完成。众诺星完成观象谷，变色了。就变成镜子中那只白乌鸦王了吗？
纪念碑谷。结束了，本传就这么短，然后这么简单的吗？哎，这有点出乎我意料的难度哦。我还以为这都是在教学，教你每关怎么过，就没有没有没有，这游戏就这样。OK， 好哦。哦，他开发团队就这样子而已吗？哎，团队很小哎，大就小小的。哦，游戏整体而言还蛮简单的耶。对，应该说难度比我想象的低很多，不是低一点点，是低很多。音效设计特别明显。哦，奇怪，哦，其实后面还有很多，哎，没有了。感谢参与，白乌鸦网朋友。啊，纪念碑谷。好，我们纪念碑谷一的第一个篇章就是要在这边结束，就是纪念碑谷。那接下来一样会把被遗忘的海岸，然后以及那个艾达的梦全部都走完，这样，然后才会进入二的部分。没错，我们这次会一二全部灌起来一起走。总之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感谢各位的收看啦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不妨到 Twitch、YouTube、FB， 在这些地方帮我搜寻游戏时光机，然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追随。想看更多影片，也不妨点旁边的小红方。再次感谢各位游戏时光机，我是时光主编，我们下回再见，拜拜。